感谢您锁定八频道晨光第一线。在六七十年代的新加坡，没有大型的电影院、冷气商场和高科技的游乐场，当时呢，能够到户外游乐园或者是马戏团走一趟，就已经是比较奢侈的娱乐消遣了。直至今日呢，户外游乐园偶尔还是会出现在我们周遭。在最后一集的《旧事不一样》，我们一起要走访拥有超过三十年历史的户外游乐园，来看游乐园怎样在今天争取到生存空间，继续带给人们欢乐。让肾上腺素飙升的游乐机，老少咸宜的旋转木马，奖品丰富的有奖竞技游戏，户外游乐园 Uncle Ringo 林可叔叔自1984年起就敞开大门迎接游人。尽管没有国际主题游乐园那样的华丽精彩，但是这里有它的魅力，能吸引游人一再上门。童年的感觉呀，开心啦！看到这么亮，我们得摔彩皮走过来。Because for modern one, they are much more thrilling, but just that they don't have the nostalgic feeling. Best for her to know lah something different. 林可叔叔是由65岁的李文强创办的，而 Uncle Ringo 称号的由来，原来是因为李文强的发型酷似披头士鼓手 Ringo Starr。我以前的企业是做这个化学产品的，刚好我的老婆已经要生小孩了。我就想还是做小孩的生意比较好，所以我就是开始对这个娱乐生意有兴趣。当我们小时候，新加坡有四个大娱乐场啦，大世界、新世界、快乐世界，还有一个是美世界。我就是想要不然就是自己搞一个娱乐场嘛。Uncle Ringo 的流动嘉年华不同了，我们带整个娱乐场带到靠近你的住家嘛，他们出来啊很方便，这还有夜市啊，有吃有玩啊，每次我们去到的地方都是好像一个大节日，都是带来很多新鲜感。我很多朋友问我，你做这个生意这么辛苦，搬来搬去搬了几十年还是这么辛苦，为何还要接下去？很多朋友都问我，你是卖什么产品？我想想看，我是卖什么，我就不知道。后来主在心里，我想到是我是卖快乐了。林可叔叔游乐园以流动形式经营，规模视场地而定。以牙龙师奶这个场地为例子，场内有15台机器，每天需要至少20人负责运营。不过最劳师动众的还是转换场地的部分，工作人员要提早至少2个星期开始筹备和架设仪器。我们现在最新的设备就是这套碰碰车了，它这个是自动的，打包起来就是一个40车的货柜了，这样就拉进来这里了，就一天打开自动的，它从外面开出来就是一个碰碰车了。我们这个耶浪的地点啊的挑战就是这个地方它有点斜坡，所以有些设备我们要跟它拉平水就是好了，还有那个行道我们要铺板，人行道就比较安全点。因为我们流动嘉年华，我们现在遇到最大的挑战还是开销了。我们要还2个租金嘛，一个是我们的货仓嘛，没活动的时候设备完全放在货仓里，在活动的地方我们也要还租金。我们的货仓的租金啊，从我们开始到现在最少起到10倍了。可是我们安格林过的票，我们在20年到现在才起2倍，所以再做下去。要找一个新的方案，要不然是很难生存的。林可叔叔游乐园每年能够吸引到大约100万人次到访，但是呢，要维持这个数字并不容易。虽然游乐园的卖点是怀旧和简约风格，但是呢，李文强深知必须与时并进，改革业务才不会被时代淘汰。牙龙市乃开斋节夜市，每年都会吸引不少人群。林可叔叔游乐园在过去20多年几乎每年都会进驻这里，由于这个夜市人潮多，李文强也会尽全力把最多的设施搬过来，包括游乐园的最新设备碰碰车，还有历史悠久的海盗船。对于黄伟正来说，他在大女儿出世之后几乎每年都会带孩子到游乐园玩。 Memories, oh lots, because my parents used to bring us to Uncle Ringo Fairs when we were young. Coming back to fair at this time with our own kids, you reminisce the really good times. You enjoy the same thing.
So when we were young, we used to play all these games, and then we keep all the soft toys. Right now, we still have some at home, and we play with some. We keep for a long, long time. I guess it's the old school feeling. It's a truly Singaporean experience. So I hope that they always remember this when they grow up as well, and they will bring their children here with them like we are doing now. 像黄伟正这样因为怀旧而重复光顾的家庭有不少，李文强多年来也以大众化的价格吸引顾客。在过去30多年里，乘坐游戏机的价格从每趟2.5元增加到目前的平均5元。然而运作成本不断增加，让他面对不少压力。以亚龙市乃游乐园为例，运作成本就高达10万元，至少需要50000人次到访才可以取得收支平衡。为了保持竞争力，李文强在女儿协助下正在研究怎么在未来的业务上利用更多科技技术。6 years ago, we changed to the RFID card from the paper tickets. This helps me monitor in terms of ride maintenance. I have a good view of the ridership. I know when to change the spare parts of my rides. In terms of games, I can monitor the margins of each stall. But as with everything, we need to improve, right? And people are carrying so many cards in their wallet nowadays.This is like an e-wallet, so you can top up your credit anywhere. Like at home, you can just add value to your card, such that when you reach the our carnival, you can start playing immediately. 等到那个电子钱包稳定的时候，我们就会有我们自己的 virtual currency, Uncle Ringo Coin. 像我们 Uncle Ringo 这个币也会奖励他们。虽然游乐园多年来为本地大众制造不少欢乐的回忆，但是李文强希望未来可以做得更多。我有一个梦想，就是能够带 Uncle Ringo 这个品牌去中国，让他们有点感受到我们新加坡的快乐，还有新加坡的文化、新加坡美食。我感觉到最重要是我这个生意是可以带到快乐给大家，我自己也得到快乐，就是我最满足的事情。好了，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晨光第一线。如果您有新闻线索，可以拨打热线电话或通过 WhatsApp 将照片或视频发送到8288-8223。我是蒋焕，我们稍后见。